等一下，是柠檬。这个是柠檬，那好可怜啊！是感冒，感冒了，你讲。这是柠檬，这是柠檬啊！哇，哎，这样子想想，我到现在是第四代。离油远一点哦，离油近一点。哦，哎，那个油很大，你是这样被油炸到还撞到电风扇？我觉得不能用你这个方法，你不觉得你都有一个老鼠尾巴吗？今天晚间10点，请问今晚住谁家？就在东森超市33频道。